刚刚跑了大概70公里，然后我们要轮流来开车，安全第一。现在的话，我们还有319公里到达目的地，319公里，全程都是高速。我们马上就到达目的地了，还剩下2公里，整个路程大概380公里，我们开得比较慢，开了5个小时。右边就是我们所去的那个岛的附近的一个码头，叫莫信岛。我得先拿票，因为这个最着急。谢谢。莫信哈伯先生，我的饭，天啊，好的。到了这个目的地，然后我马上开始拿票，因为现在有一个人在拿我，所以我现在等一会儿。附近哪里可以停车？停车 ，OK， 你要去对面有的停车，你看对面有车停在里面嘛？就左边，左手边两边都有的停车，你停左手边比较好，会比较便宜一点啊。OK， 来，三大小哦，全部到齐了吗？对。OK， 来签个名字先，我跟你说怎么做。来，第一个问题，刁曼岛住什么酒店？哦，对哦。哦，因为刁曼岛很多个站，要等你再下哪个码头。几点上船了最迟？不要紧，你跟我说呢，我跟你说几点，你一定要准备上船的。那个船是点的，9:30你就要准备了。OK， 你找一下先。好，看包票。这是姑娘。阿姑娘 ，OK， 包包吗 ？OK， 包包阿姑娘准备。姑娘不错啊。Okay, sir, this ticket for today, Yes. For today, got 3 step procedure. First, now, ticket and passport, you go to the counter W1. 船票之后，你要拿你们的，你是本地人、外国人？外国人拿着船票和护照去对面的柜台登记。现在要登记啊？对了，现在要登记了哦。来，你们计算器的，1、2、3、4单，来。马赛码头。刁曼岛5个站停船，每个站停船的时候，他会报告说你要注意听啊。走，现在去登记了，还要公里数。啊，好，谢谢。TV9 ATV， 我们整那边。Hello. We just came to Mersing.
It's a beautiful day, and the weather's about 22 degrees. It's going well. Come with me.那么如果是外国人的话，他们还需要这么一个登记，就是拿护照在这里，不用给钱的，啊，登记一下就好。OK。那你的。有没有带？哦，还是要给钱的。好，你把全房给帮我给先喽。好吗？原来还是我搞错了，那么这个政府税还是要收的，但他只收大人的，小孩不需要。我不知道多少钱，准备给。How much? 90. 90? 90. 30. OK, OK. 30马币一个人，真的可以，挺贵的。Any receipt? No receipt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好了，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办好，我们即将登船。但是登船之前，我们要把车停好。我问了人家，有一个比较便宜的，是15马币一个晚上，15马币按每一夜来算的，15马币等于25人民币吧。而家冇曬，一陣下晝幾？我會邊度啊？你今日夜有時啫。